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中外野手向后退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三垒上的跑者呢，利用这个外野的高飞时间打的是回到本垒得分。这个球打得够深远的陈志宏的外野高飞时间打送回了三垒上的跑者彭振明，就立相对再添一分，打得非常有价值。那这个球也因为是稍微高一点，所以形成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 三垒有跑垒员的情况之下，然后在一人出局，要的就是这一刻。是。